我不播了，我不播了。Hello，晚上好。现在只想睡觉鱼，同志们不要轻易剪刘海，我就是因为剪了刘海，导致他一直这样子，很烦。谢谢老仔的一叠。不要轻易剪，导致我一直在搞他，因为他太烦了，一直想出来。其实这根儿，擦个手。今天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了，不过也还好啦。有两个小小的遗憾，一个是因为这个衣服的原因，还有这个。就导致我觉得自己的表现没有平常练习的好，当然没有平常那么累了。第二个就是，我唱《灰姑娘》玻璃手机的时候忘记带我的耳饰了，我太难过了，我的耳朵上戴着还是上一个。耳饰，我忘记，我昨天选了2种紫色的耳饰，今天一个也没戴，好难过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又没有合照，因为太赶了，一直在催。今天本来说11点半出发嘛，然后就问能不能让驻颜稍微晚一点。还好让他们晚了一点，因为今天排练时间并不是非常的早。让他们早到的话，让小青跟那个谁寇拉睡着了，导致他们起来之后脸肿了2圈。是吧？我跟他们说别睡，就是我不敢睡，我也很困，但我不敢睡，就是因为。我怕我睡了之后一醒来脸就肿了。谢谢工资卡，伤心工资卡。对呀，睡觉会脸肿的。这个吗？看不到。我照下镜子吧。没有啊，可能是吧，我没看到。哦，你眼睛好好，你眼睛好好使啊。看错了，是另一边。啊，那你害得我刚把我睫毛都不小心揪下来了，我还夸你。我要笑死！好了，对，这是我的右，这是我的左，没事儿。是我，因为我最近这几天不敢吃太多，因为我买裤子买小了。那个裤子它做的码有点小，就把我两个拼接在一起，然后刚刚好。我的上衣也是，我给你们看，我还拿过来了呢。你们都不知道，这是我新衣服，我只穿过一次。我的新衣服我在广州买的，你看里面被我剪的，就是因为我没法，我的手这样子伸不起来了。然后我的，因为我要做那个抬腿动作嘛，然后我抬不动，因为这个牵扯太紧了。我把它里面剪得很，我心想算了，反正我剪了之后别人也看不出来。来了。看，都是被我剪的洞，好心疼。没买小，只是它不适合布啊什么。
但是因为你跳舞你要伸手，要这个要那个的，所以我想着算了，里面出来。但是很烦的是我头发掉颜色，掉在上面了。我今天流汗也是，我这个头发颜色，换手这个，我今天掉颜色都掉脸上了。谢谢下一个时光。其实我这不是黑发，我洗头的时候水是红色的，但其实它有点猫绿色，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为了对冲一下颜色吧。我说要染一个像黑色但又不是黑色的，所以它掉色可能会比黑色快一些。像因为我五官比较大，就眼鼻子嘴，我本来是想染很浅的颜色，但是老刘说了一句，他说你觉得景甜如果如果染那种非常浅的颜色好看还是深色好看。我想了一下，他还是那个深，他那个演那个司藤的时候那个黑头发配上他的旗袍真的很漂亮，所以我想想算了，那我染深吧。谢谢你难路过。我今天那个最终回合的时候抓不到我的项链，我后面也没抓到，然后我说我的项链呢，然后他指了一下才发现，哦，原来项链塞进去了。我当时心想我项链呢，对，那个袖子对我太不友好了，这个衣服，今天的衣服对我都不友好，就是好看但不能舞动，我都不好意思把视频发给老师看了，他因为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做好。但是其实我是本来想做那种小动作的，但是我想了想算了，在舞台上还是要尽量多做大一点，可能没有小动作有那个 feel， 但是没办法，因为想要上镜和在台上离很远的人看到动作的话就只能做大一点。就拍一些确实后就是昨天晚上临时录的，就比较赶，就是录的非常快，因为一般我们的姐姐会告诉我你哪句就是怎么就是录的可能声音有点哑，或者就比较那个，算非常快了。你想想昨天晚上九点才搞完，然后他今天表演前才修完，蛮厉害的，已经算，我还一直在担心，我说你们修得完吗。徽章的话，因为我其实穿的那个白色的外套嘛，显得我很有钱的那个。谢谢不早睡就秃头的夜点。结果因为那个灯光打的紫色，他们以为那个衣服是紫色的，和背景就融为一体了。我说我想要白色的衣服，但是姐姐说白色衣服不太好看，所以我打算把背景或者是把自己的衣服改浅。对，就是我的话筒其实我要的是蓝紫色。为什么我今天拿上台的是金色呢？是因为它无法做到蓝紫色，然后我就把我想要的样子发给了他。等会儿我看我这个手机里有没有。你才发现我剪了头，我感觉比以前薄了很多。薄了、你说下面就整个我的头薄了。比以前接的少。没有，我跟以前接的差不多一样多，我还比你多了800，因为我说我室友3000，我能不能也3000，他说
他说不行，因为我头发多，我必须要剪比你多8分。嗯，这次头发本来更长的，现在已经我让他修短2次了。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像夜华，夜华头发有多长你们知道吧？耳返还没有看到是什么样子，长点也好，但是我他修短了。我本来想说修这么短吧，他说好2厘米是吧？我说嗯。结果没想到他这次说的2厘米是真2厘米，我这是修了2次，第二次的时候他说2厘米，我就相信2厘米，真的2厘米。第一次我不知道他修掉了多少。哦，对对对，话筒呢还没说完呢，那个话筒，嗯，后来就是我找了色板，然后，嗯，要说他要那个紫色的嘛。我本来想一个蓝色的，后面仔细想了想，算了算了，我还是要金色的底，紫色的钻好了。谢谢小初的一叠，所以他那个钻还没有给我贴上去，是因为那个钻今天才到，所以还没有贴上去，只能。就钻，你想想我们的公演好像没有会不会掉，掉了可以再重新我要唱一再来一次落日弥漫，嗯，话筒一直归我了吗？我不知道哎，就是它就是我的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可以用这个颜色，因为，就是我不太知道，我也没问，因为这个麦呀，这个 MVP 啊什么的都是到了这里我才就是有这些东西的，应该就是一年吧。我就是换，哎呀，紫色的钻贴外边，哎呀，我毛毛。明年就把钻给我撕下来，好残忍。哎，刚想说啥我都给忘了。谢谢医生只爱输一个。应该是有期限吧，不知道没问。谢谢他没有黑白的一碗发电，就是新话筒吧，也许或许不知道。耳返的话是蓝色，然后做的比较简单，因为当时也很赶。一边金色，然后有不蓝色，有小的银色的小金箔，你想办法耳麦挂嘴边。嗯，刚刚你说什么耳麦挂嘴边？我今天确实想到了，我在跳那个，因为我耳朵跟头发有点支棱吧。这什么歌？哦，花木兰是挂不住，是真的太爱了，刚好哈。最终会好几次没有找到我在哪儿，不是吧？好吧，都怪别人。
什么呢？是的，他们都太高了。哎呀，哎呀，我不是跟那个瑶瑶演那个灰姑娘的玻璃手机吗？因为一开始我想的是我们两个应该会选稍微就是别的样子的歌吧，但是然后我就那天看到说他们要搞周年，然后我们姐又说她当天好像有 mini live， 我说今天晚上想到了灰姑娘的玻璃手机，是有点出乎意料哈。其实声音太小了，而且没有耳返也听不太清楚自己唱的什么样，因为本来声音就很小。我就是想当公主，你们不知道我每次看别人演这首歌的时候有多羡慕，特别想演这首歌，我就想当公主，就是怎么说呢，这算是我一个小小的小愿望。浇瓜那怎么了，我是因为我每次在后台我说我也想当公主主要是因为这首歌我就觉得挺好听的，然后很有一种就我一看呢就想笑但我告诉你不要笑不要笑，因为我怕我脸上的肉挤上去。我是河南煎饼公主，不要啊！我在设计舞台上，确实。哎，今天不是口白了，今天是口红了。我回他消息了，来公主的感觉，这是什么迪士尼电影《魔法满屋》？所以是啥事儿？就是有一个。给留下来，让我明白，我不自己搞，他们给搞。有没有刘海都行，我本来今天想留刘海的，想短了，老师想要出来。今天要早起，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有点想念。是的，有刘海哦，是哦，有刘海也老想抓他，算了。这几天都没有睡好，昨天睡得也比较晚，
但是是我第一次觉得哇，好想接着睡的这种感觉。谢谢看我的荧光棒，明天握手会取消了。嗯，演到哪天了？你是不是还没说？嗯，不要哭哦。煎饼，好久没摊煎饼了，这几天都没摊。今天上场先怒吃了一根香蕉，因为怕自己到时候没气儿。现在还好不饿。隐形眼镜吗？这个颜色是确实还不错。说不定你戴的话跟我戴不是同一种效果。哎呀，今天眉毛忘记刷一刷了。晚上吃了白鲟鱼的两根香蕉，刚本来吃了一根，上台前又吃了一根。我买的大柑橘被人吃完了。我之前买的那箱泡面嘛都吃完了，没有泡面可以吃。半夜会饿啊，只是现在刚12点不到，还没有到我很饿的时候。哎呀，我得回两个翻牌了，好像还剩两个没有回完呢，我先去回一下。哔哔，嗯，马上回来啊。